我给你做人工呼吸，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早死了。什么味儿？有吗？难道是我早上吃的茼蒿？茼蒿？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早死了。什么味儿？有吗？难道是我早上吃的茼蒿？茼蒿？什么意思啊你？我救了你，你不是应该先感谢我的吗？
我因为救你损失了海泳大赛的5000块奖金，还给你做了人工呼吸，我的初吻都没了。人工呼吸又不是吻，不都是嘴对嘴吗？有什么区别呀？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，还有这次比赛的奖金。你是在敲诈我吗？我救了你的命，你赔偿我的损失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行，你要多少钱我给你。因为救你，我损失了海泳大赛的5000块奖金，加上打捞费1000，人工呼吸费1000。这不是敲诈是啥？我这是市场价，还没说完呢。还有初吻损失费1000，你应该给我8000块。你的初吻才值1000块钱。真是后悔救你，拿钱来。我没现金啊。微信转账。坏了。那你给我打个欠条吧。等一下。你别想逃啊，我天天扛水桶练出来的麒麟臂，对付你这种嫩鸡绰绰有余。我给你写欠条可以，但是你得先给我找一套衣服，然后把你的手机给我，让我打个电话。可以啊，我家就是开杂货铺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你肯出钱。这是我们关美渔村的旅游纪念服，怎么样，很有风情吧？衣服500块，总共8500块。至于电话费呢，我就不跟你算了，记得把你的名字和电话一起签上。日息1%，年息365%，你真的是比放高利贷的人还灭绝人性。要不是我救你，你根本就没有人性可以被灭绝。今晚之前必须还钱。